全新揽胜采用了 MLA Flex 电气化架构打造，分为标准轴距和长轴两个版本。那么揽胜也是首次在长轴车型上增加了七座版本，相比于旁边这台四代揽胜，它的车身刚性提高了50%，结构 NVH 下降了24%。首发版的车型装备的是一台4.4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当然我们更可以选择那台非常熟悉的 3.0T 六缸发动机，这也是捷豹路虎在重塑未来战略指导下的旗舰车型。揽胜之所以卖得好啊，和它设计上的内敛与气场的强大有直接关系。在第五代揽胜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历代揽胜身上的很多经典设计语言，比如这条坚硬的腰线、逐渐下沉的车顶、短前悬、长后悬，塑造出了一个像游艇一般昂首向前的姿态，而这也是胜利的姿态。既然历代车型放在了一块，那车头的变化也非常直观。首先，它的进气格栅和大灯占比更小，留白更多。前包围从左贯穿至右的这条镀铬装饰带放低了它的情绪，但是提升了它的气场。 LED 数字大灯它其实照射范围达到了500米，同时呢可以最多捕捉16个目标，这也是路虎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照明技术之一。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侧采用了这么一个全齐屏的设计，就是车门、车窗和窗框完全形成了一个平面，它可以让气流在通过的时候降低它的风噪，从而把这么大的一辆车风阻系数控制在0.3，并且呢也让车厢更加的静谧，车侧更加的简洁。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更少的设计语言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自信，而我们通常谈到的高级感似乎也正是来源于此。23英寸的轮圈也支持 SV 的特别定制，轮胎是285宽度的倍耐力蝎子胎，这个轮胎实际噪音表现和抓地都一般，但是呢它车内有一些科技可以弥补它这些缺点。那么车尾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其实我更愿意叫它船尾，因为它的车顶啊、腰线包括后包围整个内收的感觉就是特别像一个游艇的船尾。那么关于这台车外观部分整体的感觉，我觉得用优雅两个字可能有这么一点薄，所以我想到了官网上对它的形容，用到了典雅两个字，这一下就把它的高度从豪华提到了更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它真的能做到吗？OK， 来到车内呢，揽胜50多年的这个整个发展过程传承了很多这个揽胜的经典设计，包括中控台的造型，还有高高的坐姿，比较低的这个窗框，还有通透的视野。内饰颜色是浅的，但是它中控台的上面以及 ABCD 柱都是黑色设计，这样可以减少浅色对你视线的干扰。包括方向盘的直径实际上也是偏大的，而且很细，有点像传统越野车，是不是？这些真皮、金属还有这个胡桃木，其实都是以一种背景的方式来围绕在您的视觉焦点之外。它的这种精致和质感是通过您的触觉甚至气味去传递的，而不是通过堆砌去抢夺您的注意力。那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前面的抬头显示，13.7英寸。我瞎说啊，这种垂瀑式设计的全液晶仪表，还有中间这一块曲面13.1英寸的触控屏，它是一个曲面设计，它内置的车机系统也支持了触控反馈，也提供了一个自定义的页面设计，从而能让您的常用操作能在2次点击之内找到。再往下呢，可以看到这个空调的控制面板以及换挡杆周边这些常规驾驶功能的按键，其实多数都是这种触控设计，只保留了少部分的实体旋钮，比如音量调节，然后空调温度的调节，以及这个驾驶模式选择。您不动它的时候是一个平面，需要选的时候摁一下，哎，就升起来了。这台车装备了一个后排行政座椅，后排座椅像前排一样支持巨多项的电动调节以及通风加热功能，还有热食按摩功能。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选择更加环保更加透气的羊毛混纺材料来替掉这个打孔真皮。后排也不乏一些很有仪式感的设计啊，比如这个液晶显示屏、这个遮阳帘，还有就是这个杯架了。这个杯架打开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首先您要划开中间这块触控屏，然后点击杯架按钮，然后拿出一瓶水，
再打开里边这个小盖，是不是特别有仪式感？那么除了座椅舒适性之外呢，设计师也想通过更多的维度去降低车内乘客在旅途中的精力分散。噪音，这台车装备了一个35扬声器的英国质保音箱，它可以监测车轮的震动、轮胎的噪音以及发动机的运转，来发出反向声波，抵消这些噪音。那么空调也内置了一套空气净化系统，它可以隔绝掉大部分车外的异味啊、细菌以及过敏源，并且监测车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从而自动调节新鲜空气的摄入。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车内气味、噪音控制，还有座椅的舒适性。第四个维度就是震动的隔绝，这一方面我们要交给我们的空气悬架了。